今天我们又来到了医美诊所，然后因为上次打肉毒，脸真的有变小，但是我遇到一个问题，是我瘦太快了，因为我瘦了，你瘦太快了，我瘦了大概有吗？有，你看我以前哦，最多只能穿 XL 的，你看 HML 号的。穿 L 号了，对啊，因为我瘦太快的关系，然后发现我的皮松掉了，就问了咨询了一下，就是说拉皮可以不用开刀，就直接用电波拉皮，哔哔哔哔哔电波上去，它就可以紧致了。嗯，哦，对，那这次他说一定有效，因为这个疗程都多少钱？一定有效，这多少钱？六位数字，十几万，这个。太夸张了，因为这个是十几万的东西，所以他没有效完蛋就砸掉。干，真的假的啊？真的啊，就十几万。那等一下你出来就有效啊？他好像加了，好像这两三天后就开始慢慢有效了。胖子最怕的就是瘦太快，瘦太快的皮就会掉下来。大概两个月，大概瘦了三十几公斤，所以皮在超级松的。所以我们今天要来拉皮，它不是肥油，它是松的肉了。耶、yeah. ！所以我们今天来到了医美诊所做电波拉皮。而且现在科技已经很发达，不用开刀了。但是听说这次会痛，比打那个肉毒还痛。哎、啊，对，我们要先去照相，然后还要敷麻药。他刚刚还问我说要不要吃止痛药，对，所以我可能要尖叫。Oh my god！ 好，我们去拍照吧。好。上次那个肉毒啊，因为有效啊，所以我想说再找这一间医院，因为比较有安全感。因为毕竟这个疗程是要花费比较贵的，我忍痛啊，因为我不想开刀。对啊，开刀就是会把它给弄掉。好了，我们现在要去那个敷麻药了。好了，我们要那个敷麻药了。敷麻药没什么好看的，因为上次在看过了。要拜拜了吗？大家看过我敷麻药啦。哦。对啊，那你要看怎么敷麻药，就看上一集。哦，好吧。拜拜。哎、欸，你不是在里面？怎么突然？你知道吗？他说不会痛，然后叫我去吃止痛药。他不是一开始就是会痛吗？你知道上次他说不会痛，就敷麻药还是会痛，然后这一次说不会痛，然后敷麻药还要叫我吃止痛药。你觉得会不会痛？现在感觉刺刺麻麻的。哦、是啊、哦。嗯，没感觉。刺刺的，凉凉刺刺的。现在怎样？我现在一点敷完麻药要去给医生咨询了。电波拉皮的话，它当然它治疗的是比较偏向轻度、中度的松弛现象，但是如果你是比较严重的松弛，真的掉下来很明显，那你要一次性的比较的效果的话，当然是要手术的拉皮，这样效果比较好。跟你说一下，我们等一下做的重点啊，我们会比较多的发数，它会维持在这个区块，因为这个区块当然是最容易松弛。还有这些区块松弛比较特别，就是脖子这一块，当然它也会加强。好，那我们两个月后见，我去打980，980吗？对，980，980还很多吗？还是980对一张脸来讲算很多的？是哦。好，那我们要去打了。哇，纹身贴纸。这就是探头，对，哦，这个方格就是他脸上的一个大小，对对对，哦、一个格子的大小，哦，好干张啊！打完之后，他的条数就被使用完毕，这个头你就可以把回家带去做纪念，做纪念，做纪念，嗯、有点冰哦，它的冰的应该会稍微舒服一点，开始喽，还好吗？开始了，还好，哎，没有感觉啊，加强电波。我以为会痛，完全没有感觉，还好险。加强电波。所以你这样 OK 吗？嗯。好了，我说实话，其实不会痛。啊、真的、哦？对，我以为很痛，就是跟那个打那个雷射，就跟打雷射一样啊。因为他跟我吃给我吃止痛药，我说会不会比那个肉毒痛啊？对啊，那就还好，这个我可以忍受。其实我不想做效果，还 OK。那个。热度它会慢慢的往上累积，后面可能会开始比较有感觉。哦，它是累积的。对。OK， 那你们不要再看我打，我打完再跟你们说感想，拜拜。不要影响到。对啊，不要影响到医生，然后他乱打怎么办？都要把我脸打坏了，我靠脸吃饭的。
痛了。嗯，哦，还是会痛，还是慢慢来的。欸、你这里有点有点。打完了，一开始不会痛，后面就像900根针，一次刺一次，一次一次。痛啊！我没有开玩笑，就真的一直刺一直刺，是真的很痛。假如上次肉毒的那个痛跟这个痛比，对不对？这个时候打900次，上次那个痛算10分，那这次这个痛几分？我跟你讲，这个痛应该算是7分，但是7分啊，上次10分还好吧？但是是很多七分，一直七分就出现了900次的七分，900次的七分，我宁愿一次肉毒差距1-2，那就好了。但是。也用了很久，我们做了1个多小时，好累哦。现在脸上贴着什么？面膜啊，因为要镇定。还有送我这个。哦，这刚刚那个。